拿钩哈，拿钩这首歌曲的话，是在叙述一个小孩子的，对，是不是？就是嘿啦，是是是，一个囡仔啦哈。现在就是北部双亡了啊，对对对对，父母很早就双亡，然后他就是跟他的哥哥相依为命，哦，相依为命以后，哥哥他娶媳妇以后。哥哥娶阿嫂，啊，娶阿嫂，阿嫂就欠卡了，对对对，阿嫂真欠卡了吼，所以每一次吼，每一工吼，拢无爱饭好食，是啊，啊，拢叫伊去困倒，低调，拢叫伊去困低调，结果伊一三岁的时阵哦，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哦，煞是咱低调边哦来过往了吼，对，这个，所以这个故事，这个拿钩是在讲，大概讲这样子了吼，那他中间的曲目的话，我们到中间那十六拍那个咬灰咬混到。那国外跟来搞去打遐，那个地方的话，它的节拍就加快。加快，对对对，那个地方的节拍就加快。那我有问过我们老师哦，我们作曲者哦，问过说，哎，老师，你当初那个加快的节奏你是怎么想到的？你知道老师怎么想到的吗？伊可能有看人咧关什么？嘿是，老师就看到人隔壁吼，细汉的时阵哦，看人隔壁吼咧。迄关录音，是啊，啊，伊摕一块迄个木板吼，咧敲伊的节奏，然后节奏越。撸关的撸劲，啊撸爬的撸劲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作曲者的一个回忆，一个巧思，然后融入到我们歌曲里面，到我们后半段越来越快的话，那边非常的好听，好，也请大家共同来欣赏我们这一首《那阿哥》，来，谢谢，谢谢。
来，谢谢哦，谢谢我们所有团员，你要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来，我们是。